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是若夫妻房车记。刚刚洗了个热水澡，舒服。洗了40%的水。然后现在呢，咱得去加水。别啰嗦了，赶紧。今天我们要挪窝了，所以说得把水给加满了。然后我就想着，要挪窝了，我就赶紧洗个澡。拿出我们家水袋，我估计要灌4袋。差不多就满了，戴上口罩。对了，一会儿还得倒黑水箱，咱把这个白清水加满，黑水排空，然后去那边搞烧烤，安安心心住2天。看了天气预报说，后天。大后天就之后都是下雨啊，所以说咱们就只有今天明天2天可以玩，就是我们得抓紧这个来之不易的晴天好好玩一下。好，第一波已经弄好了，咱们开始灌水，热水又开始放音乐了啊，又开始嗨了，自嗨。好，咱们今天要把这个水给加满了，然后还得再带2提水走。那边加不了水，那边虽然是收费的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收费的，但是加不了水，收10块钱卫生费，所以我们准备多带一些水过去，因为毕竟要洗菜啊，然后烧烤完了还得洗架子啊之类的，都得用到水。好，看一下4袋的。你为什么要吓我啊？我什么时候吓你？看看 ，OK， 已经100%了，看到没？满了，我们再去装2袋备用的。又折磨小浪浪是吧？没有。一会儿啊，一会儿我打完水，我带你出去玩啊。好，水的事情搞定了。来，浪浪，下来。咱们先去遛个浪浪，别跑，抱着走啊，抱着走。来吧，小浪浪，走，属于你的世界到了。走，快！哎呀，跑起来！又去施肥去了，浇花。在这河边没有人，走一走，遛遛狗，感觉真棒。这边还是挺漂亮的。哦，他们这边。有抽水的哟，你看，直接用这个拉下河的水，就有个电闸，里边应该有个水泵，直接抽水可以绿化灌溉啊。这就是那个水管。那个倒好黑水箱，我们就开始收拾车。那个就开出来了。谁让你拍呀？我们把放在前面的羽绒服收拾到后面去，就是随便堆一堆就好了。因为我一般停车的时候，这个羽绒服我们是放在那个主架上面靠着的。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：“哎，怎么不把收起来呀？挂来挂去的，是不是？”因为拉萨这个天气呀，防不胜防，突然它就下雪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得常放在外面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收。看这首歌。再把这个神秘树林地址发到分享给肉哥和半仙，他们俩开车。行不行呀，老肉子？这有啥不行的？我不行，你来啊。那就算了吧。
你是不是还得收到后面去？当然了。嗯，这个太阳能板是充这个移动电源的，得收到洗衣机那个地方。没说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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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想揍你，看得我心慌。没呀、啊，这个的哈，嗯，他想知道说的是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，一切都准备就绪啊。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神秘树林啊，它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神秘树林，好神秘啊，离我们51公里啊，要开1个小时，准备走着。六哥开车，我就在后面把这个垫子给浪浪收拾好。那啦，来不来？哎哎耶，一走走就来了，这么快的吗？嗯，哥子，来给你开窗户。我最喜欢的，最喜欢的哈，浪浪最喜欢这样。除了我有点冷，没有啥缺点。好了。我们现在正式出发，前往今天的神秘小树林儿。嘿嘿，哇，这些直播的真是够辛苦的呀！大早就开始直播了，直播一天。30米右转，青木线途经大青山隧道。哇，我这个车声音。右转，随后50米右转。球头。在贵阳 4S 店的时候啊，那个师傅就跟我说了，我的左前的这个球头是有一些松动的，我是准备这个玩玩这个西藏，然后去新疆那边去把这个球头给更换了。之前的话跟他询问了一下，说是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就是还是可以用的。他给我的建议是，你跑完了西藏回贵州的时候然后换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，强烈推荐，评论转发。大家快看看这个小狗儿，这么喜欢呀、啊、吹这个风连脸都吹变形了，大哥变形了，小浪浪不漂亮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灵州县啊，这边有这个公安检查，先看看。能不能过去？看看他好像是要扫那个藏易通。场所码。对，藏易通。我看他拿了个二维码在这儿。身份证要有。OK， 顺利过关，检查身份证还有藏易通扫码就可以通过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离目的地还有900多米啊，就是这片神秘小树林了。看看，就是这边，我们现在要过这个拉萨河，到对面的神秘小树林去。这边环境还是真的挺优美的呀，是吧是吧是吧，右手还是挺会找地方的。现在就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一片神秘小树林了。神秘树林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从这儿下去，
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里边，对。好嘞，好嘞。OK。说我们来这边露营。你好，我们来这边露营的，是不是在这儿收费啊？对对对对。好嘞。我去，这会不会限车啊？关键是这个树太矮了，我们要挂到树过。滑到我们只能走右边这边。对。这可咋整？我去，他这个是泥路，咱肯定不能从这儿过。师傅，我们可不可以从那边过呀？这个地方树枝太矮了，我们房车过不去。然后这边是土路，我过去肯定要陷车。能不能把那个布袋子拿开吗？我们从那边过，我到时候在这儿陷车了就麻烦了，我的车重。然后那边的话，你看那个树，我们又过不去。行，我可以过去，可以过去。不，这个很容易陷车的。哦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同志，明白。啊，那行吧，兄弟们。不，这个我不敢，到时候陷车了很麻烦了，谁拖我出来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没事。不是，他这个地方硬路这边树太矮了，这儿过不去吗？然后这儿，我靠，这儿不敢过吗？一脚油冲都冲过去了呀，这么走。陷车。啊，这儿冲都冲过去。不让雾下去。前面那个打不开。前面那个打。这个是硬的很。我靠，他这都压转了呀！一脚油冲过去了，这可以过去，或者从这里面这边趟。对，这边它底下是那种沙石子路。哦，这种转的很，这种转的很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从这边能不能过。你要不要冲？我在旁边给你加油。我靠，这太考验我了呀！疯了都，有点晃了，哪有那么大的抽？我这宁可晃一晃。我去，就这一点应该是能过的，我觉得是应该能过的。这个前天过车了，我这个车够呛。地下是不是那么软？地下不硬得很，它底下都石头。不是石头 ，AMT 的档位的车和那个不一样。一到这种地方，最怕的就是那种软路，软路的话就废了。或者把这个啥，啊，是硬的吗？硬的。我把这个石头搬开，你从这里过，不要从那儿过。也。把这个大石头搬走。我还是从那儿过吧，我还是从那儿过，算了，啊、我还是从那儿过。从那儿过。从那边安全一点，从那边安全一点。然后路给打好了，这个我有点，哎呀，他们这个是给我出难题，非得让我从这边过，我就一脚油吧，一脚油，好过来了，我去，那个鞋的啥，好吓人。好，顺利过来了。感觉半天这个车好像很轻松的能过。看看吧。也要一脚油门过来。对，肯定得一脚油门过。哦，就是那个地方。砍到，哎呦我去！砍到底盘了，对，对，对对对。但是你只能砍着底盘走，你不可能那个的，不可能慢慢走的。慢慢走的话就陷到里边了。有够烂的呀。